嘅动作系压手。影片中黄色色带表示患侧。首先坐喺一张稳阵嘅床或者凳上面，双脚踩喺地下上，腰骨保持挺直。将患侧手掌放喺床上，注意手指应该指向外，防止膊头向内旋转。照顾者可以用手支撑住患者的手踭，然后患者可以将身体的重量慢慢倾向患侧手，动作保持10秒钟，然后返回原本的姿势，动作重复10次。如果患者可以自己保持手踭伸直，可以用健侧手支撑住患侧的手踭，保持手踭伸直，腰部保持挺直，然后将身体微微倾向患侧，增加患侧的负重，保持在这个姿势10秒。然后翻返去原本的位置，动作重复10次。以上的动作可以给大家重温，还有在家里多多练习。到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。